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小飞鱼。今天来到基隆高人气 IG 打卡的秘境，体验当王美的感觉。首先我们先来到荒废已久的阿根纳造船厂，从外观可以看到现在只剩下残破的梁柱和楼梯，很难想象以前是多么的繁华。慢慢的往下走，就像是电影上才会出现的场景，城市被炸毁，世界末日的感觉。喜欢荒废场景的朋友们，不妨走到这里试试看，真的很好拍照哦。接下来要去的是潮境公园，它旁边还有一些小摊贩，大家也可以去逛逛看哦。放眼望去就是一大片蓝蓝的海，让人看了心情特别好。基隆最有名的还是基隆庙口，这边超多东西可以吃，平日来的时候人就不少了，假日正是人挤人。当时去的有点早，所以很多摊贩几乎没有营业，还是建议大家傍晚的时候去更热闹哦。我是小飞，我们下一个影片见。